来看是和这日本大地震后续的消息有关的方面。咱台湾人对着这日本大地震的这诚心的这捐款，伫这红十字会这边啊，讲已经收超过17亿了。啊，不过这钱拢也未送到这日本的灾民的手中。今仔讲会有第一条，讲4亿外这汇款会回去到日本的红十字会。啊，不过那网友伫这脸书顶关，即卖是发起讲要求这红十字会爱赶紧将因募到这的善款赶紧交予日本，嘛唔敢唔通来拖延，大家听心。红十字会总会电话是接袂理，有真侪捐款的民众看到网络连续媒体报道，才烦恼家己爱心捐款无法度赶紧帮助到日本的灾民。同比的善款捐款，我们不可能一次就拨过去啊，对不对？一定是陆陆续续。好，谢谢指教。到三月底为止，红十字会日本正在捐款已经超过17亿，可是煞有网友吃不满，这么大笔钱到即马阁还未送出去，目前阁爱分阶段看计划来拨款。超过15000位网友联署，要求红十字会一届阁把善款全部拢交予日本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表示，第一笔善款差不多4亿的台币，会伫拜三来回到日本。这是我们第一期紧急救援的一个拨款，按灾民的这个需求分期拨付，这个是我们红十字会整个国际间我们的运作的模式，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红十字会表示，春的钱后续甲日本红十字会来参详，用在灾后中间，也强调身为一个国际专业救援的组织，会评估善款的用途，若是只是把收来的钱全部拢交予日本，绝对不是上负责任的做法。伊希望民众会使放心，这个善款绝对全部拢用在日本的救灾。若是民众对捐款的用途有问题，红十字会表示，若是民众希望要退回，红十字会买全部来配合。记者陈淑君、曾志贤。